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用无方》第八段明毛光照一三昧门前面讲到除热光这两首偈是六度里面持戒波罗蜜。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又放光明，明除日，此光能觉回敬者，普施受持清净戒，发心愿证无始道。前面讲到这个地方因为看到这个经文是我们感到无尽的感慨，那就是世界社会的动乱，佛法圣教的衰微与持戒关系非常密切佛门里面学佛的同学把戒律疏忽掉，那么这个时间很久了至少也能够回溯到一百年所以到今天学佛的人很多大家都仰慕佛法里面的学术理论而疏忽了戒律，总认为呢，这个戒律是2500多年的生活规范可能呢不适合现代的社会，这一个错误的看法使我们完全废弃了戒律，造成今天学佛的不能得到学佛应当得到的效果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面呢，小段里面呢，我们就说的多一些了你看它的光的名字叫除热，热是烦恼除热就是能除烦恼，使修行的人得到身心清凉自在它有这样的效果。前面讲到普施受持清净戒，发心愿证无师道无师道是成佛之道，我们讲到《法华经》里面所说的
一切智，佛智、自然智，这三种智啊，都是自己悟的，啊，不是老师传授的，啊，老师没有法子传授，啊，老师只能够做增上缘，一定啊要自己悟入。啊，在历史上确确实实有老师没有开悟啊，学生开悟了。啊，为什么呢？无私智。啊，这就说明学生的善根福德因缘比老师深厚。啊，也是中国人所谓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其实古时候的老师无不是希望学生能超过他，那是他的光荣。啊，如果老师学这个学生学的还不如老师，这个老师就会非常惭愧。啊，没有能把学生呢教好，啊，没有帮助学生，啊，甚至有人误会，啊，老师另法，啊，自己知道的不肯教给学生，啊，所以在古时候，学生考取进士，中了状元。老师的学生呢，没有考取，这是荣耀。这个老师没有私心。啊，如果说老师的儿子考中了，学生也没有考中，那没有人不骂这个老师。啊，老师偏心。啊，这从前人那种风俗习气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讲到无私之人。那无私智之实在讲呢，也是一切众生的本来就有的啊。这个智慧是什么呢？还是华严经上所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这个智慧是无私智，是你自信里的本具般若智慧。啊，为什么不能现前呢？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那么由此可知，要想一切智、佛智、自然智现前，没有别的，你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智慧就显现了。啊，释迦牟尼佛成佛在菩提树下了，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放下嘛，放下就是啊。啊，慧能大师在忍和尚方丈室里面也是啊，彻底放下。啊，所以他是顿超云雾啊。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无私智。啊，能大师开悟的境界跟忍和尚所证的境界没有两样。跟释迦牟尼佛所证的境界也没有两样。啊，所以大日经里头啊，大日经书里面几句话讲得好啊。啊，他说这个是自证之智。
啊，这个如是就是讲前面的一切智、佛智、自然智。啊，这是自己真的境界。啊，摄者无眼，观者无界。啊，老师可以做增上缘，老师没有办法传给你。所以下面举个比喻说，不同手中啊，按摩罗果。啊，我手里拿着一个水果，我可以送给人，这可以传授的。啊，那么这个是一切智、佛智、自然智，是你自信本有的般若智慧。别人有，你也有，但是你智慧没有开，别人无法传授给你，你也没有办法从别人手中得到。啊，一定要自悟、自证。啊，这个就对了。那么这里面讲的阿摩罗果，哎，我想香港市场应该也很多，啊，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这台湾叫芭乐，就是这个地方讲的阿摩罗果。下面说释迦。这举例子来讲的，啊，说如果可以用言语，啊，用种种方法去传授给别人，这举个例子讲的，那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做菩萨的时候，蒙定光佛的授记，啊，这个授觉知识就是授记。那个时候他就可以成佛了，啊，为什么不行？啊，为什么还要等？这个，在这个时代，啊，才能实现成佛，啊，所以授记不等于传授，一定要自己放下。把那个障碍放下的，你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自然就显现。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啊，所以一定啊，要到无私之自觉，这才能成佛。大宝积经里头给我们讲了真实的话，这个修行呢，百千万劫，九习戒业，这就是我们讲的烦恼习气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多久呢？百千万劫，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看这么长久的时间，啊，你染的这种烦恼的习气啊，妄想烦恼习气，不是容易断的。怎么个断法呢？以业识观即皆消灭，业识无相，业识圆灯啊，实是真实。啊，要一时识观啊，你能真正见到诸法实相，见到诸法实相呢，肯定你放下了，你没放下见不到啊，好像这个乌云遮住太阳一样，看不到太阳的云彩遮住了，云散掉之后，太阳就看到了。啊，
那么九系戒业呢，就是乌云，把乌云比喻作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现在知道啊，常常坐飞机出去旅行，知道这个云层确实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我们飞到一层之后，看看上面，上面还有。飞到上面，在上面还有。层云呢、复用这个比喻，比喻的好啊。最下面这一层是执着，中间这一层是分别，上面那一层是妄想。能够透过一层就接近实相了。三层都突破了，那你就看到太阳了。这个比喻就容易懂。可是那个无私智是怎么开的？开悟的时候，说老实话，不是渐修，渐修是淘汰习气，渐渐的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是渐修。渐性呢，确定是顿悟，没有这个渐性、渐一分、渐两分、渐三分，没有，一定是彻悟的，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像慧能大师表现的一样，悟决定是顿悟，但是习气的淘汰要天天干。那用什么方法呢？方法太多了，84000法门，无量法门，方法真多，所以法门平等呢，无有高下。为什么呢？都能帮助你见性，都能帮助你达到顿悟，所以法门真的是平等。可是众生根性不相同，那么法门对于个人修行呢，就有难易差别。适合自己根性，修起来容易。那就是过去生中曾经学过，这一生借着在学呢，就很熟，很容易，很方便。过去生中没有学过的法门，这一生当中是初学，你就会感觉到很困难。这种事情在平常我们稍稍留意，你能看得很清楚。显教里面，你这两桩事情，一个学唱念的，一个学经教的。有人学经教很容易，学唱念呢，他就觉得很困难。那是什么呢？我们就晓得，过去生中大概是学讲经的。这个唱念的时候，他不太熟悉，初学起来困难。有人这个唱念一听就会了，很快他就学会了。往年我们韩馆长对这个就很容易唱念，一听就会。他常常讲，过去大概是感经忏的法师，有这个习气，一听一琢磨他就会了，所以他能临众，他能教人。我们图书馆这些法师，像悟道他们的，都是韩馆长教的。那么教下里面，你看看这个几个宗派难易也不相同。
多于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修学有关联呐、啊，才会有这个现象啊！如果要没有关联，这个现象就讲不通了，你找不到理由了啊！所以从这里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人真的有过去式，既然有过去式，肯定就有未来式，三世因果吧。啊，那么如果要是加速度，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帮助我们对于悟入佛智，时间能缩短一点，速度加快一点。这一时相观确实是好方法啊！这一时相观啊，实相就是要看宇宙万有的真相啊。真相是什么呢？般若经上讲的好啊，啊，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例外的啊，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金刚经上的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能常常这样观想啊？观是什么呢？前面说过，细一些啊，仔细一点去想想啊。每一天呢都不要间断，时间短一点没有关系，天天都这样想，想成习惯，你对于一切人事物啊，自然就看淡了。啊，看淡有什么好处呢？容易放下了。啊，现在我们听了佛讲的这么多了，还是放不下，原因是什么呢？没有看淡。听的很多，没有仔细去想它。啊，没有认真的去观察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啊，摆在我们面前所有这一些现象是什么啊，我们不能够不清楚。我们用现在的话说，这所有一切现象只是一个错误的、虚妄的抽象概念啊，是抽象概念的相虚相，要加个相虚相啊。如果不加相虚相啊，我们这个抽象概念所现的这个相啊，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为什么？它太快了啊！现在看这个现象就是这么一桩事情啊，所以真的无所有啊，不可得。不但包括我们的身体啊，现在有很多人讲灵魂，灵魂也是虚妄想象啊，《楞严经》上这句话讲得很好啊，虚妄想象。你看，相是物质，想是精神，精神跟物质通通是虚妄的，都不是真实的啊。如果彻底明白的时候，他怎么会不会放下呢？
所以很容易放下。啊，所以我们今天是没有见到啊，啊，这个见到就是你真的要亲证啊，亲自见到，那就不难放下了。啊，这一放下呢，无私道就现前。啊，那么这个境界现前，好啊，就是这个华严经上讲啊，你成佛了。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佛是真佛，不是假佛。这个佛不是十法界的佛，是一真法界的。啊，天台家讲分真即佛。啊，虽没有达到究竟圆满，为什么呢？你见性的习气，无始无明习气没有断绝。那无始无明习气也断掉，那什么有方法的？就要靠时间。啊，什么都不要理会，时间长了自然就没有了。啊，古人说此处用不得力了。你一用力了，妄想分别执着跟着起来了，你就全错了，所以用不得力。啊，这个境界也很难体会。啊，从前老师跟我们讲这段话的时候，他老人家举比喻。啊，这个比喻呢，我们很容易懂。啊，他举了个船呢、啊。啊，船是什么船呢？帆船。啊，古老的这种帆船，你猜？能体会得到，啊，帆船到快要到岸的时候，帆一定收下来，啊，那收下来的时候速度就慢了，就减慢了，啊，渐渐的时候靠近岸边了，距离岸还有一段不远的，就用竹竿撑杆，啊，把船慢慢的撑，让它靠岸，啊，快要到岸了。很近的距离了，这个竹竿也收起来了。啊，那个船的时候还有一点推力，自自然然地往前走，那叫无功用道。你拿个竹竿撑还是有功。啊，风帆呢摇橹都是有功。啊，就将要到的时候用不得力，用力的时候这个船就撞到岸上去了。啊，所以他给我们讲这个例子。啊，我们就懂得什么叫用不得力，完全是自然的。啊，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个从啊华严是原教啊，从初住菩萨到究竟佛位，经常讲42个位次啊。啊，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42个位次。这42个位次都是无功用道。啊，84000法门通通用不上，一个法门都用不上。啊，只要一用法门，那你烦恼习气全都起来了。啊，所以他那个境界确实，啊，没有妄想，没有妄想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起心动念尚且没有，那分别执着当然没有。啊，是这么一个境界，啊，所以叫寂灭人，啊，在无人里头就叫寂灭人。那么成就之后，这是叫证无私道，就是我们一般讲成佛了。成佛之后啊，这肯定的，因为你在菩萨道的时候，你都发过大愿了，
度众生的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你都发过。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兑现。佛没有妄语，成道之后一定度众生。度众生是无功用道。怎么度法呢？众生有感，自然就有因，在感应道教啊。《楞严经》里面佛说的，随众生心因所质量，叫随心应量。众生有感呢，你自然就有因。所以这个感是有缘分的。每一尊佛成佛度众生的状况并不相同。有的佛度众生多得很多。有些佛度众生呢，那个众生数量有限，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佛在因地里头跟众生界的语言不相同。我们可以说一句，语言都是没有条件的，没有界限的，可以说都是广大而没有边际。虽然广大没有边际，每一尊佛还是不一样。跟十法界一切众生语言最深最广的，阿弥陀佛第一。这我们在《弥陀经》《无量寿经》上看到的呀，十方诸佛如来度众生的法门虽然很多，决定有念佛往生弥陀极乐世界这一门，这肯定有的。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一切诸佛了，都带阿弥陀佛招生呐，跟阿弥陀佛有缘的，他都介绍推荐呐。可见的阿弥陀佛的缘呢，是超越一切诸佛如来。你从这个地方你去想去，所以他应化在十法界。劝引众生受持戒。这个是最基本的。为什么呢？修复。首先要把人做好。人都做不好，你怎么能做佛呢？你要想做佛做菩萨，先要做个好人。佛经里面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的标准就底下一句，摄善业道习清净。这个重要啊。摄善业道啊，那个习清净很难啊。我们摄善业道条条都做到了，但是做到习清净可不容易。为什么呢？摄善业道做到习清净啊，是如来果位。
如果我们同学啊，这是细心一点，你会看到佛像啊，特别是画的佛像啊，画的佛像啊，佛像顶上啊有个圆光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背景的毗卢遮那佛啊，后面是圆光。画像通常呢，圆光顶上写了三个字，啊，多半是用梵文写的，啊，也有用藏文写的，啊，藏传的佛教了，大概都是用藏文写的，啊，那么中国汉传佛教呢，用中文写的，啊，写法不一样啊，发音相同。嗡啊吽啊，这三个字，这三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意思，十善业道习清净啊，所以十善业道习清是佛啊，啊，做到究竟圆满了、啊。我们凡夫把十善业道做，这是粗相。啊，如果十善业道我们真的很用心去学习啊，不杀生啊，不邪淫，这个不偷盗啊，你真做到了啊，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统统做到了。可是要问你，你执着有没有放下？执着没放下，谁做到？我做到了。你看，我见没放下，我相没放下。啊，这个十善业道果报是什么呢？人天果报。啊，所以十善业道经上。佛说得很好啊，啊，他讲到人天法，啊，十善业道是人天法，是声闻，啊，是声闻菩提，是圆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的根本。啊，都从这个根生长出来的，一步一步向上提升。所以你放下这个十善业道修得很好，执着没有了啊，执着放下了，那就是声闻菩提圆觉菩提。再把分别放下呢，那就是菩萨菩提啊，再把妄想放下呢，那是无上菩提啊，这你才晓得十善业道是什么戒律啊，是清净戒里面的根本戒啊，所以我们从哪里学？从十善业道学。十善业道从前人好学啊，几乎这个在家出家学佛的人呢，都很容易做到啊，真的叫善知识啊。啊，男女老少都能做到。现在为什么这么困难？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细心去观察。啊，为什么现在做不到？我们不要看别人做不到啊，首先要回过来想想自己，我自己为什么做不到？啊，没有十善业道，就没有佛法。
啊，前面我跟诸位报告过，啊，不是说世间佛法没有了，世间佛法有没有？如果不相干，问题呢？我自己有没有佛法？这个与自己关系才密切。我能把十善业道做到，我住在佛法之中。我没有做到十善业道，世间虽有正法求助，我没有沾到佛法啊，我没有佛法了。你才晓得这个问题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啊，从前人为什么学那么容易呢？啊，诸位要晓得，从前家教啊，家教好啊，从小，从你一出生，你的父母、你的长辈啊，比你大的人，都教你做一个好人。啊，教你的内容、总的原则、总的纲领就是《弟子规》。啊，《弟子规》不是没叫你念过，啊，没叫你读过，啊，而是什么呢？而是你的父母，啊，你家里面的长辈呀，都是做出来给你看。啊，所以他是用身教啊，从小耳濡目染，自自然然他就学会了啊，所以他有根啊，啊，稍稍大一点了啊，大概多少多大呢？嗯，三四岁的时候。哎，你会走路了啊！父母到寺庙里面去烧香拜佛，会带着你去啊，要带你到城隍庙烧香，你就受到道教的因果教育，《太上感应篇》里面，我们也没念过。也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啊，啊！可是那里面讲的因果呢，真的我们全都相信，啊？为什么呢？城隍庙去过几次，啊？母亲带着你去看阎王殿，十殿阎王会告诉你，啊？你也会问，啊？为什么这个人被破肚子？为什么那个人会下油锅？为什么这个人会上刀山？父母就告诉你，那做人做了什么坏事，他就受这个果报。这个教育是从小啊，先入为主啊，根深蒂固啊，他很管用。啊，他能叫你在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敢不谨慎，你看看不需要法律 用不着这些刑法了，自自然然他就能够小心谨慎，不但不敢作恶，连恶念都不敢想。那为什么呢？恶念是意业，还是有果报的。啊，何况言语造作。啊，有这样的底子，啊，学佛总的是，啊，至少也是十岁左右了，
啊，所以他接到佛法了，这个十善业对他一点困难都没有。啊，没有学佛的时候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啊，学佛在这里加强很容易，原因在此地。那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情形不一样了，啊，从小没有学过，老人没教我们，啊，学校呢更没有了，学校从私塾老师教。啊，会讲这些故事给我们听。啊，改制之后，这个学校没有了。啊，那么老师认为这个是迷信，绝口不谈。啊，所以这些教育收不到了。那么染上一些不好的习惯，年岁逐渐大了，这些不好的习惯要改过来就非常非常困难。啊，这是中国人讲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我们从小能跟善人在一起，自然就染了善的习气，跟不善的这个环境呢，啊，居住在不善的环境，自然就养成不善的习气，这个不容易改。所以现在看到十善业道啊，害怕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有个同事年岁比我长，啊，大我十几岁，啊，他《金刚经》能背，啊，《金刚经》从头到尾背一遍13分钟，你背得多熟？他怕戒律，啊，他一看到戒律。这样也不能做，那样也不能做，啊，算了，干脆也不看戒律，戒律碰都不碰，啊，只研究经教，啊，对经教很有兴趣，啊，那么这就我们现在都明白了，这一类是属于佛学。一生搞佛学，不是学佛啊，这个要懂。学佛呢，有戒律的人就是学佛，没有戒律的人就是佛学啊。但是佛学你要记住，不能解决生死大事啊。为什么呢？佛学是世俗间的福报啊，学佛呢，学佛是智慧，学佛是戒定慧啊，学佛才能解决问题，佛学不能解决问题啊。佛学是什么？只研究经典的这个我们现在人讲的佛经哲学，它没有戒定慧啊。戒没有当然就没有定，定没有哪来的慧呢啊，所以他那个智慧呀，是我们佛法讲的世智变聪，啊，是世间的聪明智慧辩才，啊，经念的很熟，念的很多，啊，真的是出口成章，啊，引经据典来给你辩论，啊，自己没有戒，没有定，没有。啊，那我们学佛，我们是属于哪一边的？
啊，是学佛这一边的呢，还是佛学那一边的？这要搞清楚啊。啊，这一生当中要想真实得到受用，要学佛，要学佛，那十善业道啊，要清净啊，要真做到啊，啊，这根本戒啊，具足十善业道啊，才有三归五戒。如果没有十善业道啊，三归五戒是有名无实。啊，你们看看净业三福的这个次第啊，净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第二福第二条呢，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你想想看，哎，这就是说三规五戒的基础是十善业道啊，没有十善业道就没有三规啊。三规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你想想看，你从思想到言行啊，每一天是不是跟觉真净相应？跟觉真净相应，你有三规。如果不相应呢，你的思想言行还是迷邪染，你就没有三规。啊，三规没有了，五戒当然就没有了。啊，你就晓得这个十善业道多么重要。啊，可十善业道我们今天怎么修法呢？我们今天要从弟子规感应篇学。为什么？这是净业三福教我们的。啊，净业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在弟子规里面。慈心不杀，在因果，在感应篇里面。啊，这个太上感应篇里面。所以的第一句里面是三个根，儒释道三个根啊，佛统统都有啊。啊，这个三福，第一，啊，这个三，这个第一条，像盖三层楼一样，这第一层。第二福是中间一层的，最后一条是最上面一层的，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那是第三了。那佛在经上讲得好啊，这三条。啊，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句话讲得重了。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啊，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修行成佛的人，都是以这三个原则修行成果的正因。那你要是不遵守这个方法、这个原则来修行，你怎么会有成就呢？哪有这种道理的？啊，所以我们在今天，特别是现前这个时代，我们要不扎这个根，就不能成就。啊，如果希望这个根更稳固一点，你再加一个上面的意义，
啊，四颗根，啊，像这一张桌子四个腿一样稳稳当当，啊，你决定成就啊，啊，沙弥履衣在家可以修，啊，他前面通在家界，后面通出家界。啊，比丘尼戒，没有受过戒的人不能看。啊，为什么？